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他又当掉了啊、哦！我们前面录的也会了，就请看脸书直播了啊、哦。嗯，所以以后脸书直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好，不够33。好，我们重启吧。那这个还是没办法升级嘛？你看那个。刚刚剪过来的，它自己会删掉。我那安装完了，删掉。Portal Git 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好，那我们重开机好，我试一下。还是没声音吗？有没有别的方法？要音讯突然不见了，有没有别的方法弄好？好，我们暂停一下啊，脸书直播继续。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那个，反正它长档，我们就看那个脸书的直播。刚刚发现，原来 Google Slides 也是可以用指定那个的连接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一个这个？符号哦，评论哦，一个评论就会写那个哦。你看这个字很棒，我真的很想把我的一些功力都给你们哦。我以前哪看得懂啊？李白的这个诗，现在像吃青菜豆腐一样的简单。这一首还好，有一个，对啊，欲来江山暮，这个好棒哦。这走对到底是谁来御呀、啊？谁在御？对不对？所以这应该是语才对，不是御。御变成单向，我告诉你，它其实是语谈论，对不对？哦，这个是解释这个，谁与谁下嘛？谁下寒烟？哦，否则你还以为是寒烟下，独自下寒烟，是从。朦胧的山色里头，自己下山，因为他是去访问一个隐居者嘛，隐居者当然不可能跟他下山了、啊，回到红尘，对不对？庸尊师嘛，庸师嘛，称他尊师，好像说尊者这样。哦，好棒啊！我现在你们也见证到了，读西家家也是语言啊，所以随你们啊，我们无愧。所以你看，今天宋伯父。大练出殡，人生真的无愧就好了啊，没有任何什么。我 Implicitly。跟你讲，就像人家说，净空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他说他你只要不求往生了，以后福报非常大，那绝对我也绝对，除非佛讲假话，对不对？他那个一定是到天上做天王的资格，他。一生奉献给佛教，你看他至少也渡我，没有他我不可能信佛学佛。然后再来那个是什么？哎，这为什么跑出一个音？哦，错误是音，implicit，哦，还真的 imply，哦，要改 d，所以这个外挂还蛮方便。是，他现在怎么变的？那我相信我下辈子的智慧会非常大，因为我完全做法布施，我们没有任何的尝试，甚至都希望人家都比我们强。这一种心量，这种，而且不会说啊，这是我的功劳啊，我对你有功。你看，不管我们扫描术给人家，从来没有三轮体空，这是真正的功德，不是说福报，福报是着相。你看我们《无量寿经》上面讲得很清楚，然后你只要是离相的，这里怎么没有一个确定？这样就对了。Implicit。Implicitly。Implicitly。Implicitly。就是他是用这个 count 前面讲过，它隐含的就是一个常识嘛，哦，
我们为什么查到那个 unpreserved， 就是问题是它肠子是谁肠子？不是硬肠子，是 Q 肠子，对不对？是这个指针肠，是这个 asterisk， 这个代表指针嘛？那个星号，不是它，不要找错了，不是硬肠子是，那这个是表示这个是硬肠子，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修饰谁，它讲的是谁。这是跟文言文多像啊！你看我们刚刚读的“欲来秋色暮，独自下寒烟”，对不对？你以为下寒烟，把寒烟下去或放下寒烟就完了嘛？哦，因为这 const explain 离 int 最近，它就是描述，就好像刚下寒烟，是不是？对呀、啊，结果它原来是这个星号。int const， 哎，太棒了！所以这个是原来是另外一半被遮住了，我们现在讲到这啊，已经开始了，就这个。所以非常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定义一个，在用到了 const express 这个 specifier 啊 specifier， 这个叫微软的话，你看它一个指定词嘛 specifier 指定名称，指定词。规范名称 specify， 在用那个指定名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啊 specify， 它用到这个指针的时候，这个是修饰指针的，它不是修饰指针指向的那个型别。不要管它外表看起来像怎么样啊 ，type 的 p and q are quite different， 啊，这个 p 和 q 的行为是大大不同的啊。p is a point to const， 它 p 是一个非 const 的指针，可是它指向的那个型别却是一个 const， 啊，那 whereas q 啊，同样的类似的来，这个 whereas 我终于看懂，就在哪里。发生的同样也会发生在 Q 身上，所以它用 会，P 发生的是 Q 也会。同样的 ，Q is a constant point， 啊 ，whereas
这应该是不是同样发生，就同样地点，然而 Q 却是一个常值的 constant point， 常值的 point。所以尽管，或者我们翻成不管啊，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啊，它是中文，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像 P and Q 的行为其实相当不同 ，P 是对 const 的一个指标，可是 Q 则是一个常值常数指标 constant point。所以他是用而翻 whereas 然而whereas 怎么会思呢 whereas why 对啊 why 也有然而那你现在 就懂他然而为什么用 whereas 而同样一个地点发生了不同的事的意思我想英文那个他的语言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whereas in contrast对比或者比较下 with the fact that 对比事实是怎样的然而那竟然还诗耶你看这怎么会诗 why 那诗还用文言文不能用诗啦诗待会儿说讲不通诗也是有道理诗就指着会了嘛在哪里而是却是怎么样当作什么、这样的不同是一种 结果、怎样事实的结果这种事实是 counts express impose a top level counts on the object it defines所以这样造成这样不同的结果是因为 counts 的这个 specifier counts express specifier impose 它好像 pose 再加 in 这字根的 pose 好像贴上去一个 pose by pose 将什么东西把一个 top level 所以它前面介绍过 top level counts 2.4.363 页没错把一个 top label 把它贴到附着到这个物件它定义的物件上、我们前面讲过的 top label counts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值它定义现在它定义的是这个它不是定义这个这个是它的型别对不对它定义的是这个 物件其实主人是它这个是这个物件具有什么型别定义的不是型别现在不是在定义型别是定义这个物件所以它定义的东西被贴上这个标签我赋予这个性质之所以会有这个差异哦，这里翻的就很好对不对那我要问你所以什么意思你看所以又出出来了对不对之所以也是白话文嘛又来了哎，这是七星大法哇竟然都可以做成这样了啊不想再跟着那么假假了对不对 Google Slice 七星大法也没有我们的好奇怪他明明就说网络上可以搜寻就是又搜寻不到那我们用我们刚刚的 Battery 这就 OK 了为什么要用到七哦之所以你告诉我这些到底是白话文英文对不对看看大家爱问的所以对不对那我就来一个之所以哎现在的西加加技术所测对不对打死你
就不要用啊，不喜欢白话，不喜欢文言，你用这些词干嘛？窃取人家文言的词汇，这个是窃取人家文言词汇来当饭。这页码在哪？看不出来，这个大概是用什么定位位置？是什么意思？所以之所以，对不对？这个是167页，之所以会有这个差异，我们看我们这个，这个我要改一下，这个我这里如果去读867的话，这里可以读到我本机电脑 X。我低潮是 X， 千里一德哉。我要回我的这个，然后看最近的。现在没有以前那个石秀的压力啊，就好像真的是石进秀，不是感觉在作秀，所以就悠哉悠哉我们自己私底下怎么读书的，只不过变成好像不是，好像自言自语啊。他剪那些布又不能用，那个，是什么？你妈，这个，我们剪那些布能不能用？你有时候通，有时候又不通，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这是谁的？这里是 X， 不是，他现在是从我那个虚拟电脑这里上传，所以跟频宽很有关系。你频宽是多宽，你就可以传多宽。哎呦喂，怎么还没出来？有82个物件了，真的。那我要把这个放到这上面 ，OCR 的，然后放后面。当然不是这样传了，这样太慢，用自己本机电脑就好。这要干嘛？这要分享给你们看那一页嘛？分享一页不会侵权。另外一个在读就是，会不会就取消掉了？
在读一个档案，它上面。我们先给它关掉。哎，它这一次剪贴簿是不是又通了？对不对？搞不懂它到底是怎么样。好，从四到是可以，只有这五个没有，再读就卡住。我这样做是因为啊，他可是他还没有上传，现在还在上传、啊、到时候我到了网络硬碟，我网络硬碟可能已经有67页，只不过他可能是在另外一边、啊、你看我到我网络硬碟，开头就叫西加加，这个是这个台，哎。只好这样了，用这个去搜寻，应该已经上传了。它 title 可能是党名的 title， 不是资料夹有吗？嗯，腾讯资料。欧西亚里头，欧西亚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欸、其实也可以，可是可能找不到那一页，所以我们要到这一页来。现在哇，这么快已经在传了，67页，哇，很快哈、哦，处理的很快，67可以了，已经过来了，然后我只要复制这个连接，之所以就改成这个，之所以我们里头用这个，外面用这个，你对照这个中英翻译，所以今年新我还没有辞职了啊，还不能走，我会跟我今年不再跟学生做朋友了，已经绝望了，既然怎么拉下身段，他们还是跟你那个，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啊，我会跟他讲，你来上这个国文课，你可不要把纸当成国文。就是你的语言，嗯，现在点外面的就可以点到英文版，点里头的是点到中文版，之所以，嗯，这个吗？The difference is a quest, consequence of a fact.Consequence of a fact、哦、这个事实的结果，中文就可以翻成那个、哦、是因为 Express 会在它定义的物件上施加一个顶层的，所以你看它用施加，所以你看我们刚刚 pose 啊，放个位置在 in， 是不是强加施加，对啊，字形结构怎么样？兼音译嘛，哎，这个例子也是，你看，对啊，之所以，对，这是67、64，哦，
之所以呢，施加一个顶层的抗，这几乎都没错字，连第几章第几节都讲，所以我用高解析度嘛，300的灰阶它就很好辨认，这个别忘了，这个也轻了。那个 secret。之所以，然后呢 ，impose， 是这样，字形结构的建立 ，imposes。就是英文的字根字首，这就不举例了。字形结构建立，真的是2019 impose 就是什么？对，就是是不是？这之所以明明是 consequence 是结果嘛？那为什么会翻成所以？所以是不是因为有前面才有这个结果？所以是为什么缘故的意思。Consequence。附上一个连接，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我换一个颜色哈。紫色也重复。不是这一页，差一页。这个。七秒之数。因为这个是开放网络上，只要你知道这个网址的，不知道你就没办法讲。所以它是强加一个 const， 而且是顶层的 top level。
看一下我姐姐有没有重新的信息。上海也好，2028没有，到大陆可能就不好联络。Like any other constant point， 就像其他的长直的指针一样，常数指针，反正长直常数都可以了。Express pointer may point to a const or a non-const type， 因为常数指针只表示它本身是常值，不会被变动。可是它指向的可以是常值，也可以不是常值。这就是我们刚刚说你读要读这个，这是它指向的型别，对不对 ？Point to， 你不要认为它是这个型别是 const 是错的，它的 const 要写在这里，它本身的，这样就了解。那既然一个长直的指针，那假如前面是加 const， 它当然是以只能指向 const。那假如没有加的话，它当然可以指向 non-const type。对，来我们实做一下，哇，这个还没开。推论一下我们理解的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是 const， 我们定义一个 const in， 然后接下来呢一个 const in 指针 p 好了，然后它就要指向 v2， 对不对？对啊，那这时候是 OK 的嘛，因为它指向的要是 const， 所以你看完全没错误，对不对？所以这是它指向的东西的型别，哦，是常值，不是它自己本身的常值。那 OK 啊，根本都没有错误嘛。零，零带进来，那可是你看，假如是把这个拿掉，马上就出错。啊？不会吧，我们理解错了。还有指向一个长直的。来了，回到前面还残留一点印象。它的修饰是你指向的东西不能被改变，不能借由它去改变它。所以它即使是指向非常直的字也可以啊。非常直的那个对象也可以 ,object。哇，了解，可见我们观念还没有很精准啊，很正确。这个 const 是什么意思？是这样，你看，刚加不加 const 已经知道没差了嘛。这 const 是你当你要解参考的时候，把它改成2，我想要把 v2 改成2就不行，对不对？因为运算是必须有算式或不限。范围列举，哎呀，对不起，这个参考写前面，它后面是运算是必须是把这个你写在后面，把它当成乘法的符号了哦。你看它是不能动的嘛，没错，对不对？所以这个 cause 也是限定它是指向的东西不能借由它去改变，不是它指向的那个东西不能改变。好像前面那个课本有讲过，它的指向的东西还是可以被别人变，可是在这个例子里头，它已经被 const 当了，它不能变，可是，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 const 这个问题，我把 const 拿掉，红蚯蚓就不见了，是不是？
然后好，很棒，他那个时间是值得，就不要偷懒。刚刚我也想说算了，啊，这个时间，你看这样真的很高兴。再来，好，所以把它这个是不行的。可是呢 ，V2 可不可以 ？V2 一定可以变嘛，是不是？你不是不能借由它这个指针去解参考，给它设定一个一，可是你却可以让 V2 直接改成一是 OK 的，因为它不是 count。可是假如你V2 加个 cos， V2 也是不能变的，对不对？可修改的所值应算是，这也是错误是一样，你就懂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哦，对不对？可是假如是这里 cos 的呢，然后这里不要 cos， 这时候它是可以变的，你看红蚯蚓这里不见了。那 V2 就会借由这个被改变，虽然，哎，等一下，对嘛，这里就错了嘛，我就说嘛，你看你这个意思是我指向你，我可以被改变，不行嘛，对啊，所以常值的不能用来初始化非常的，因为你的意思好像前面也讨论过，对不对？好像你想要改变它是不允许的嘛，所以你看它这里没有错误，反正错在这里。这里错，这里就一定错，因为你不能被初始化，对不对？对啊，因为它指向的东西是常识，嗯，那常识本身当然就不能被改变了，嗯，可是你看我如果这个不是常识的话，然后有这个 counts， 这里就完全没错误。这个意思就是我借由这个指针去反参考，就是把 V2 改成11。你看我们那个去变数 V2 的变更情形，原来是零，现在我们执行到这变一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设定 V2 等于11，对不对？不但 V2 等于11，它自己本身也被改变了。哦，可注意啊，是这个东西改变，不是它本，因为它 cos 这个绝对不会变位置，不信再来一遍。你看，它位置一定不会被改变，因为它也被 counts 了嘛。4FV77F， 对不对 ？4FV77 前面完全没变，是后面变。它这个变红的是后面，嗯，是它指向的东西变，或者这个位置里头储存的值变，位置没有变。对不对？指针横在，这表示这个指针永远是指向那个位置，不是指向那个物件。其实也应该说是那个，应该不是那个物件，因为这个是区域变数嘛，在函数里头。哦 ，V2 的位置是随时可以被改变的。我们怎么样取到 V2 的位置呢？来，我们看一下 V2 的。取值运算式嘛，对不对？那取值运算式它到底会传回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在区域变数里头看它值的改变嘛，对不对？取值运算式传回的是什么值？超好懂的指标，阿蒙欧森，谢林科，
亲啊，是女生啊。啊，紧贴布刚试过又可以通了，那我们就又不通，里面通到外面不通。我开那个 Google， 我是要储存成数千的，所以我怕它宕掉。亲身唤醒自己的美丽。记忆体好像不够的时候就会宕掉。我看就宕了，根本都打不开。哇，91了，吓死了。我知道，先存在这里，把它存在 keep 里。所以我这里可以加个那个扩充功能，看有没有 keep。Keep 我们很常用。好，取子的话，床尾子是什么？很简单嘛，我们难道就是一个 type 吗？好，那就 type 吧。废话，我们前面就学过，其实就是那就定义一个 type 嘛。可是已经定义啦 ，p 就是 type 啦，它已经取了二的值啦，对不对？那二我今天改成那个，我们停到这里。Ctrl F8， 你看那个 V2 等于 P， 你先看 P 去变数现在是多少？ 008FFB94， 可它是不会变的，麻烦在这。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只要新增监看式的，只要你不想做个变数的话，就新增监看式，对不对？监看式一。那是008，这个 是跟区域变数是一样的，对不对？不变。可是这时候我重设了 V2 的值，你看它会不会被变动？没有被变动，它只变一，所以它位置，因为它生命周期还没结束，哦，对不对？可是你看啊，我们下一次把它复制起来。看这个值哦，我们重新，我记得它侦错有一个重新启动，没关系，我们这里重新侦好，指定有一个重新启动侦错。重新启动，对不对？那这当然不要那么下面，用来启动下面，对不对？这样应该可以。那我们重新启动的话，不重新启动它会整个都执行完也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这一个比较对。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它等于还原嘛，再执行到这里。好，
你看这个时候 v2 的值是多少？是不是换一个了？那一定换一个连，我们连城市都关掉了，它的位置是不是变了？当然，这个位置也会变嘛，那个 P2，因为它借由它，它这个生命周期还在，所以它还是这个值嘛，位置没有被抹杀。这个也是区域变数啊，这个指针的话，它除了这个区块，这个 main 这个函数应该也会归零，所以它位置是没有变的。那其实它变成11，现在是要把它设成11嘛，对不对？变11，位置也都没变。这样我们对这个就更对这个就更清楚一点了。原来它这个 cos 的这个 cos 的这个不是 cos 的它本身，所以它即使这个 cos 的在前面，它还是可以用一个非 cos 的物件去给它做测试，只是这里会出错，这里的错是从这里 cos 来的，那假如是这里的错呢，是从这里来的，对不对？拿掉反参考的那个运算值，对不对？是从这里来，因为这个 p 是 cos 的，不能去变动，不能再给它 assign 一次。因为它可以指向一个常数，对不对？就类似这个嘛。它说类似其他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cos 的指针，它可以指向一个常数，也可以指向非常数。这里已经很明显秀给你看了，哇！这时候它是非常数，可是这时候它是常数，都没有红蚯蚓，对不对？它是常数，是因为你不能只拍它时，这两个才会出现红蚯蚓。至少在这里觉得没有红球，没有出错。好，指印完毕。然后 n point 哦 noun point is a cos point to in that is noun。它修饰的是这个 noun point。cos point, constant point, pointer, to in, to in 啊，可见这个 in 不是 cos 的，对不对？然后 let is not, let 是 point, pointer 的 let，不是 in 不会 non 啊，是这个，因为它是用 non 那个 pointer 来初始化的，然后。再命名一个 int object 或变数，初始化为零。cos express in i 等于42。这时候是 i 是 const，对，他说 const。type of i is const in。是 count，type of is count，它本身是 count 嘛，所以它是说加了这个，它这也是要讲加了这个 specify 之后，就是强加一个 top level，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top level，它本身就是一个常数 count in，所以这个宣告跟 count 宣告是一样，count count in，
I and J must be defined outside any function comes spread. 这应该是注解下一句话。Comes is for comes in P 不是，这里反而是注解前面才有这样。我说 I 和 J 必须被定义在任何函数的外面，为什么？为什么必须定义在任何函数外面？奇怪。你看这个很明显，这个是 cause， 这个 cause 是修饰 in， 它的指向的东西是 cause， 也就是不是它指向的那个型别是 cause， 是说它指向那个东西是不能借由它去改变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修饰它的 cause， 啊 ，cause 就是等于 i， 啊 ，i 取值，啊 ，p is a constant point 啊，它是一个 constant point， 是因为这个来决定。啊，它 pointer 啊，它是指向 to a constant in i 啊 ，constant in。那指向 constant in 是借由这个 i 取值来决定，倒不是这个。这个我们讲过了，它不能这样读，对不对？啊，它刚刚试验过，它只是说不能借由它来反参考回去而已。它也是对 in pi 等于 j j j。他说 i 和 j 一定要定义在任何函数外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是不是？所以这里有用到 j 和 i 嘛？那 j 取值的话，就是难道在函数里头定义不行吗？Point one 这个当作它的初始化，初始器。那这个 point one 也是一个 cause， 可是它本身却不一定是一个不可变的那个指标，它所反参考的是可以变动。那刚刚试过了，它可以指向常数或不非常数的去初始化它，常数是不行啊，这个常数不能指给非常数的。前面讲过非常数可以指给常数，可是常数不可以，所以它只能用非常数的，你看非常数的来初始化，这个是非常数，对不对？ P1 is a constant pointer， 它一个是一个常值的常数的指标，是借由这个 constant spread 决定，指向一个 int j。 接下来又是习题了，做习题之前这里来练一下。我不信呢，为什么他这里要在常数外面宣告呢？我接着写哈 ，cons is play。然后对啊，然后 counts display expression pointer， 不是 in， 它是会 in pi， 嗯 j 取值，真的出错哎、欸，哦，难怪。
怪，所以你看一定要实作，因善是必须有常数值，常是存取执行阶段的储存体。执行阶段的储存体就是执行阶段，所以他说一定要拉到外面才是变异时期的。哦，所以有最关键就是用到这个啦 ，concept spread。怪一定要给他，对 ，ICB 定义在任何函数之外，它就可以是变异时期就确定的，没有了，你看，所以这个叫常，我们回来常数运算式嘛，就是这一节讨论的常数运算式 2.4.4， 唉。所以你看，学后面忘前面啊，我们跟周立盘托贴一样笨。啊，反正笨就是多花点功夫而已。哦，原来是这样。奇怪，他这个 include 啊。IO string 是我们加的还是他加的、啊？他只要这样写的，一定要有这个嘛 ？include、哦、怎么可以这样？我们记得我们是刚初是用精灵建立的嘛，所以他内建的会有这个。Hello World 都是程式一开始的一个预设的一个小程式。哦，要改。原来是这样，这也是67页嘛。因为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 I 和 J 必须。Specify。定义，因为你不定义不初始化，它不能用，所以它都要给它初始化，用零初始化，试试。方选外。因为呢，怎么会变那么慢？方选外定义怎么会那么慢呢、啊？啊，什么东西在忙啊？好累呀！现在不顺一下，不顺。真录影的和这是我 外面实体电脑 ，Fire 那个 VirtualBox 虚拟电脑也是蛮吃 CPU 的。我看一下我虚拟电脑里头是什么吗？100%，良心啊！这个光源交出来也要花那么多 CPU，、嗯、有时候可能又在更新还是干嘛的，
因为方学望定义的变数。我们就说被配置好了。Compile time 就编译时期啊，编译阶段。你要上相信小时今天不能太晚，所以明天早起。执行期 ，run time 和 compile time， 编译时期 compile time。编译阶段。好，接下来做练习。这个很好，所以是真的要手动啊。啊，有疑问的地方都要弄懂，像刚刚那个 cos 也真正懂了，对不对？否则都是这样蒙蒙喵喵啊，似懂非懂，这样很不好。这也不符合我们学国文那种严谨态度，对不对？一丝不苟，一个字都不放过。想看看电影放松一下，看完十二点太晚，时间。这个我们啤酒的原因跟到此为止啊、哦，下一次去新加坡可能没喝过再买一买，因为前面这个帮助我们读书，可现在好像有点累。那下午也是啊、哦，动没调又，今天进度那么慢，已经误事了，都要知道取舍。习题章节 2.4.4 啊，我们醉了，结果我们的这个也醉了啊。啊，练习是2.4.4。阶层放的对不对？放的不对，要下一集，它要在页码的后面，页码后面可是却是在升一级 ，Auto Shift 的向左就升一级。啊，我这个是自己写的啊 ，Auto Z 可以秀出现在的阶级是这样，阶层有七页下面的练习2-30。Is the following code legal or not? If not, how might you make it legal? 就那么一个，那就容易了。Int， 那我们等于零，它为什么会这样啊 ？P 等于 NUL， 那我们不是关键字哦，真的，它大写的才是关键字，它分大小写，不是，对啊，紫色嘛，啊，所以它定一个 None 是等于零。我们再定一个 int 的指标 ，p 是等于 none。你看红蚯蚓出现了，一定是违法。想一想，一个指标，整数形式的指标，要给它初始化，去用 none，
如果是这样呢？就这样而已，就为了取子，这不前面的吗？为什么会放在这儿呢？你他已经还是要用到 cons 的那个问题，对不对？他要讲的可能就是我们明明可以用零去起始画一个指标，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弄是零，我不能用变数，而是不一样啊？零是常值啊！我终于懂他要考什么，你等一下看看吧。就是刚刚我们才弄懂，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函数外面，让它变成一个常数运算式，再用这个就可以了，有吗？哎。Illegal， 怎么会慢成这样，卡成这样？难道又是网络的问题吗？我弟弟又在看什么？对不对？这样就是 legal，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你看，我是这样想的，看什么事，把它拉出去，我记得打分号，一句话完都有分号，然后这里头，你看这里反而错，对不对？对，识别啊，对不起，哈哈。是他没有，这样也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下括号我们就省了。应该是贴上合并格式应该就可以，那合并格式这样颜色不过来啊，算了。对，他说，然后要问我们的是什么 ？How may you make it？ 第一个，你加了一个，这个就 OK 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是把它放在外面 OK， 这个其实一二是类似，第三个才是重点。看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拿掉了，不行，还是不行。所以它的值无法来用来初始化 int 的实体啊 ，entity。实体，所以 entity 其实就是 instance 嘛，在这里用的话就是一个执行的实体个体 ，instance。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它是 int， 不是 count。所以真的只是加个那个取子符号，取子运算子。可是奇怪，这不是前面学的吗？我还以为它是常值，所以这时候 num 是零，对不对？因为它是存位置嘛。位置的话不接受 int 这个值，可以用那个取值运算值给它转换，这样它就对了。你离开这里，它才会检查。现在已经检查。应该是网络不顺了，可是感觉不是网络不顺才会这样慢慢呆呆。而且这个是网络，是学校管的，不是我家里的网络。Address operate， address 传回来的值是什么？就这么简单，加个 address of operator 就好了吗？
是这样吗？我想不是这里弹的吧。应该是没电了，果然，我们可以休息了。刚好我们这一题写完，接下来处理型别，正好我也可以休息。我喝了酒就常常休息，如果万夜荒废，仿佛弟子本来就不该喝酒，我敢喝。一方面自己不持戒，再是什么？酒是遮罪嘛，不是酒本身有问题。如果像我们这个已经影响政治了，那当然不行，那叫持戒嘛。不影响，反而是助兴的，当然是好。我之前就是这样嘛，反而可以帮我更专心或更融入这个。可是现在融入，可是后来有点累，想睡觉会休息，那这样不行，变绕入昏沉。对，这个只有这个问题嘛，上脑筋。那这里跟这里谈论的 Kant's Express 是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东西可以再试试看，那大胆的东西，难道这个可以放到外面吗？真的？不对，应该不可能嘛。因为它总是要一个纸嘛，对啊，它是这个，那这个只是你看省略了 int 就是改成逗号了，就是、省略 int。如果你不想省略 int， 就是要打分号。我再来一次，如果你打一个逗号，它就说没有预期的 int， 多了一个 int 出来。你看他现在检查不出来，你等下执行就知道，他就会检查出来。你看，未预期的硬码，你看他编辑的，他没办法帮你检查这个，他编译的时候才行。好吧，那这一集就到此啊，至少还有一个钟头。其他都毁了，就叫阿弥陀佛了。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每天都要去。下一次就从处理型别开始啊，我们刚好做一个笔记，又一次要谈对型别的处置、处理操作。关掉它才能好好的同步。它就一直在用，一直在乱，弄不完。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道业精进，阿弥陀佛。